自带 BGM。停！这都什么年代的歌了？换一个音乐。一个女孩名叫婉君。比那更久是吗？来，听。欢迎金明。大家好。这不是郭德纲老师上春晚穿的那件衣服吗？对呀、啊，这多好看呀！但是，这个款式长短适合你吗？郭老师个儿也不高啊。